Spencer。我哋依家系 Marks and Spencer。下边楼八十九 house。呢件嘅嘛？嗯，红色呢件。呢件。哦，蓝色。同埋佢啲线索，佢里边嗰层。Marks and Spencer Food Tour。哦。Advent Calendar。偏貴喎，係咯，喺 UK 嚟講都係偏貴，但係平過應該平過香港嘅 Marks and Spencer。呢個就差唔多啦。咯，二點二，我哋琴晚都 two pounds 出來，唔使 two pounds 咯。One ninety nine 咯。但係Tesco Express 係最平嘅，舉案咯，係佢哋兩者嘅中間。哇！呢個好大兜湯先 ，two for five 添。係啊，50蚊兩嚿。我記得我買過，喺香港咧一個都要 5 pounds 嘅。係啊。係啊。嗰啲30蚊咯。係啊。真係貴。嗰啲咩餅乾嗰啲咧？啲salad。salad。系咯，呢个都要7磅，2.5磅。2.5磅。诶，呢个平啲，特价，1.1。哦。Pizza。哦，呢度系日式啊。零食咯，咦餅乾，啊啲朱古力同埋嗰啲餅乾咁樣快就變。这个一个就香港差不多，都是 3 pounds， 因為香港我記得是100蚊有三個。哦，朱古力啊！哇，這個朱古力平啲喎 ，2 pounds， 20幾蚊喎，同香港差唔多。唔係香港成兩蚊，應該冇20幾蚊係啊。这个也便宜了，香港是38蚊的，这个是吗？是啊。你吃过了吗？是啊，我记得。饼干也便宜了，香港咯。95p。 哦，这个 1 pound。这个我就放香港差不多了。哇，你的包好正哦。哇。哇，你的包好正哦，怎么吃过啊？不吃。OK， 你等一下。呢啲酒咧，譬如 ten pounds 一支咧，可能可以即系 four pounds 呢啲，可以。